湿漉漉的第七遍，整个期待荆州一点路老师是荆州家，荆州红毯走七遍，掀个电路期待终于住进人家，是今年的第四今年的第四遍，老师知道为什么今年第四遍吗？第四遍，我们入围四共金钟奖，连续四遍都没有得奖，四杠，对，所以这今年已经是第四遍了。啊，鲁鲁他个人是第七杠，第七杠，对，对，自己还有外面的三个节目也杠，也对，加油加油，好不好？来来，咱们就直接来这一首，它改编成在你的伤口撒盐。对，我们今天做了主曲，是对，所以就是有跟时事很有关系。对，来，好好来挑战一下 ，Let's go。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这是碌碌的第七遍，献个期待荆州，一点路老熟悉，荆州家。快回到我身边 ！Come on， hey hey everybody， hey, hey, yeah. 去！荆州奖拿不到，拿不到，荆州主持人都拿不到，别耍掉，别耍掉，别耍掉，恭喜对手还要加加微笑，拿不到。拿不到，拿不到，电歌登陆巩固在荆州，被刷掉，被刷掉，被刷掉，痛苦在那深夜，荆州奖项揭晓了，他对我呀笑呀笑，荆州奖一句不知道，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湿漉漉的第七遍，献个期待荆州，一点路老师是荆州家，快回到我身边。哦，荆州红毯走七遍，小小的拉着荆州，说着痛苦感言。熊熊有人不可思议，谁会在一共哭泣别的心碎，别让荆州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一碰就口一下就飞，没得奖叫人老了好几十岁，别让荆州在你伤口消失不见，我不要比赛叫白圈，献个电路期待，不要擦身而过，我爱你，荆州奖，我爱你，荆州奖。
哎，天哪，我现在都很想喝保利达呢。哦，干杯了。两位，是是，宪哥，这样有意思吗？唱那么久，哎，唱很久的一唱很久，然后完全不离开金钟奖。对，我们当时在台也知道，我被他们两个带菜，你们也清楚。当然没有，什么意思？对对对对，但是没有关系 ，OK 啦，没有关系啦。人本来就这样，没有站在失败上面，你怎么看得到成功？是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画面给我们舒服一下，好吧？因为这很可能未来不见得会出现。对对对，可以一人拿一下金钟，快！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得奖人是吴宗宪、陈汉典、露露。没想到可以跟宪哥一起上台领奖，谢谢宪哥的照顾，我们在这里学了好多。谢谢，对对对。哎，没想到金钟奖重量这么重，哎，真的很重哎。金钟奖这一条路虽然短短的几十步红毯，没想到我们竟然走了将近七年。对对对，七年。你要讲十年是不是？我出道14年了，14年。对对对，前面的光我们屁事。哎，不要这样，就七年，七年，七年。对对对，有什么话特别想要说的吗？我们要最感谢就是宪哥，真的最感谢宪哥带领着我们，照顾我们到现在。一直带着我们往跳冲，你到时候要真的这样讲呢？都会，我们一定会啊！我本来要举手，结果又没有。对啊，好，恭喜获得今年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！谢谢。好，下，梦碎梦碎，我走楼梯，下，等一下那个要好，谢谢，好了，爽演完了，爽一下就好，拜拜，没事没事。